講到油股，有人就想問只美股油股就跟股神買唔買好咧？嗰時啊，亞馬西方石油咁就日向啊，觀眾佢就問咧，可唔可以跟股神長揸現價入唔入得過？我就未必會特別，我其實而家有嘅仲，咁但係就依家嗰個情況係。好明顯咧，即係升得靚嗰段咧，就應該係由六月嗰陣時已經打破咗啦，五十天線都跌穿埋啦。呢幾日彈上去咧，都係呢個位 cap 住咗啊。所以其實如果而家咁講，我未必會特別去睇住邊啲人去買，就跟住佢。如果就算跌翻落嚟，都一路長揸咯。咁而家咁我仲有剩低嘅呢啲貨咧，個防守位就會擺喺。54.3 就是正正就係頭先講話，你海友或者其他都可以咁樣參考，因為佢跌到落嚟，咁嚴格嚟講，嗰時冇穿上升軌嘅，你拉翻上嚟成個 trend 仲係向上嘅，咁嗰個走勢冇話打破嘅，但係你呢個係第一個開始打破緊嗰個走勢嘅關口啦，所以上一次你咪見到落翻嚟都企穩個上升通道喎 ，OK 喎，咁嘅時候咧就要睇住呢一個上升通道嗰個底啦，亦都係就883就破咗啦，咁呢個就暫時仲未嘅，如果有貨我諗睇實呢個位先啦，如果你話想買啊，最好等佢有翻啲動力先啦，點樣為之有翻動力呢？咁一個簡單嘅方法就係突破一個前頂阻力啦，咁呢度就係62.97啦。嗯，咁就睇住个位啦吓，咁就。